湾区携手抗疫，武汉加油！中华总会馆联合星岛日报发起人间友情，血浓于水，隔不断的同胞爱。由即日起，星岛日报帮忙收集善款，请将支票及本票送交星岛日报美西版总社或星岛日报三藩市办事处。本次捐款并不接受现金，捐款名单将会刊登在星岛日报，查询电话650-808-8888，捐款截止日期2月22日。湾区携手抗疫，武汉加油。时事焦点，热门话题，专业评论员时事观察，时事观察。好了，我们回到第二节的对话何人，讲了很多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对于今次新冠疫情的应对。美国我们现在又开始个案增多了，紧张了，但是你觉得美国那个现在的反应和防疫那个举措你有什么评价呢？我觉得社会上是肯定是有不同的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阵营，一个就是希望再稍微严啲政府勤力啲做多啲嘢，另外一个咧就是另外一个阵营咧，梗系话你哋唔好咧，冇事搞事，本来天下本无事，你哋要千祈唔好庸人自扰之，社会一定是咁样啊。而家关键就是政府，咁啊，特朗普政府啊，喺呢次表现，喺呢次到目前为止吓嘅表现，我觉得佢咧就系基本上，如果我仲用我嘅标准嚟讲啊，梗系相当唔合格啦。首先，疾控中心就要俾人闹餐死嘅啊！本来疾控中心开头嘅嗰几日咧就每日更新公布各州的确诊病例的数字，但很快发现，大概就发现喂很难搞到这些数字，各州自己来根本都不是自动自觉很当一回事这样报上来，怎能够准确呢这个数字，并且可能考虑到如果各州自己报上来他们那些人在这里夸大系嘛，多报啲数字咁样咪吓好唔掂？于是疾控中心咧就谂条屎桥出嚟啦，我哋唔再公布具体嘅各州嘅数字啦，边个州有边个州冇我哋净系用 yes 同埋 no 嚟到表示标 yes 嘅就证明呢个州已经出现咗确诊病例啦，标 no 嘅系仲未出现確診病例咁啊！呢個措施一出嚟，咁啊俾人鬧到暈啦嚇！咁過咗一日大概有啲頂唔順啲壓力啦嚇，於是咧就改變咗就用顏色將美國嘅各州嘅地圖標出嚟乜嘢顏色嘅就係冇案例嘅，乜嘢顏色嘅就係零至一至五例嘅。乜嘢顏色啊？六至二十例嘅等等，用呢四幾種顏色嚟到標示。咁啊，至於全國總嘅數字佢會標出嚟嘅。但係好顯然就係呢個更新速度係非常之慢嘅，落後一兩日或者以上嘅。而各州嘅具體數字就唔標啦。咁啊。中國的疾控中心咧，亦都犯過一樣同樣的錯誤嘅。疾控中心響早嗰排曾經有一日咧，就出現咗負嘅數字係點樣咧？佢用一種佢自己嘅認為好客觀嘅一種統計方式嚟標出一組數字係負嘅，於是就減咗去不是说不准喎，佢总体嘅数字仲系准嘅喎，但系佢标嗰个咁嘅数字出嚟咧，造成一般人啊，造成民族嘅困惑啦，系嘛？点解会有个数字咧？疾控中心咪解释啦，我呢个数字系更加科学嘅，点点点嘅，下面嗰啲人唔理，佢睇唔懂，系嘛？于是佢就话你你虚报，系嘛？疾控中心一日马上宣布。廢除了呢個統計數字，唔搞啦，
啊，咁啊，即系话中国咧，亦都曾经有过咁样嘅错误嘅，但系，诶，既然社会唔接受，于是政府就唔搞，啊，所以美国咧，响呢个应对上面，本来系可以吸取中国嘅好多教训，但系冇吸取到，啊，继续犯呢啲咁嘅错误。咁啊，而家根据啊，美國嘅社會輿論嚟睇咧，就係，根本上就好多嘢都係值得懷疑嘅。嗱，啊，口罩唔夠，物資唔夠，防護服唔夠，啊，藥冇準備，啊最緊要嘅核酸測檢啊嗰啲測檢盒遠遠唔夠啊，所以咧而家好難能夠得到呢個檢測啊。邊個而家要想去檢測啊？核酸睇下係咪陰性還是陽性反應咧？但要到美國嘅疾控中心申請啊，疾控中心往往咧啊就唔睬你，唔批准啊。最明顯一例好新嘅啊，一位護士懷疑曾經護理過啊確診病例啊，懷疑自己有啲症狀啦，要求測檢，疾控中心唔批。佢話：我推薦俾你嘅嗰啲防護服，如果你著嘅，你根本就冇可能啊會感染嘅。呢個咁樣嘅理由非常之荒謬嘅，係咪？啊，但係啊就係咁樣啦。咁，為乜嘢理由咧？嗱，絕大多數嘅理由好可能嘅咧，就係因為呢啲咁樣嘅測檢，呢啲咁嘅檢測盒啊，所謂啊嗰啲試劑啊。太矜貴啦，美國唔能夠生，而仲未能夠生產，係嘛？數量遠遠唔夠，於是只能夠咁樣躺失。啊，咁啊，我哋嘅總統啊，同埋佢指定嘅嗰位啊，負責做主帥打呢場防疫戰嘅啊，彭斯副總統，俾人一個印象係乜嘢咧？啊，就係，冇事，你哋唔使驚，就係，咁樣。我認為啊，呢啲咁樣嘅疫情咧，要面對佢嘅話咧，係寧願緊張啲，都千祈唔好放鬆啊，咁先係啱噶嘛！啊，寧信其有就唔好唔信其無啊！Lowell， 我覺得今次做得啊唔錯噶啊，一個學生嘅親戚病咗，好啦，我哋學校馬上暫時停課。學生離校係嘛？寧願緊張啲，其實佢嗰個風險都唔算係十分好高㗎，係嘛？甚至你咪隔離咗呢個學生咪得咯，係嘛？或者係佢嘅嗰個班咪得咯，唔制啊！我寧願睇佢睇得嚴重啲，所以我認為呢啲咁樣雖然喺啊做可能會造成一定嘅浪費啊，但係。如果你認為生命重要認為疫情是緊要過其他嘢嘅，你咁樣做，我覺得無可厚非嘅。但係特朗普政府唔係啊？點解特朗普政府會咁輕視呢種疫情呢？我覺得我自己個人覺得就係為咗今年年底嘅大選，啊，如果呢個疫情真係好唔掂。真係蔓延，真係泛濫到好嚴重嘅話，對特朗普今年年底嘅競選係絕對不利嘅。但係佢為咗能夠得到連任佢就要求啲國民你哋唔好睇得咁緊張。其實佢諗錯咗嘅，如果政府落力啲嚟做將佢睇得嚴重啲。我覺得反而對佢嘅競選連任係有利嘅，係嘛？譬如兩個例子，九一出咗嚟啦，嘿，布殊非常之緊張，係嘛？甚至採取軍事行動，推行國家安全法等，係嘛？當時有好多人都覺得佢嗰啲依樣嘢係過度咗噶，但係呢個時候嘅聲望非常之高，New Orleans 嘅嗰次飓風，佢闊佬懶理，不以為意，於是救災不力，聲望喳一聲跌咗。所以喺國家一個
即係危險危難嚟到嘅時候，政府嘅領袖啊首腦，如果將佢睇得緊要啲，利用呢個咁樣嘅時機啊，係完全可以提高自己嘅聲望嘅。但係特朗普唔係，反其道而行之，所以我覺得啊。今次疫情如果是發展的時間稍微長一點譬如去到五月、七月對他是非常不利的。再加上如果現在今天過好像現在過山車那樣的股市一路延續多一點時間的話特朗普的連任我覺得前途是堪虞的。好咁我哋讲到呢度先，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啊下个礼拜我哋再对话何人啦，亦都喺呢度再请何人先生你多多保重下。